这是花莲县联合丰年祭的画面，只要是穿着红色服饰的女性就是阿美族了。而阿美族的服饰就这样鲜艳亮丽吗？其实不然，在早期编织染祭还没有发展前，花莲县阿美族来说，不论是男女，在祭典中都是以白色跟属壤植物的染色红土色为主。以前哈，阿拉裤子都是白色的，后来人容易脏点哈，用那个骨碌豆属壤哈，就变成土色，比较不会容易脏，所以早期是买那样。直到了清朝时期，有了以汉人开始交易的过程，黑色布匹的衣服又传入了部落。黑色可能是满清哈，卖布匹给他，都是可能都是黑色，那我们就说就是这种改编到黑色的。阿美族的文史工作者说，服饰颜色也受到了日治时期的影响。阿美族是母系社会，太阳就是妈妈，而红色就是太阳的象征。国民政府迁台后，50年代中期，音乐战美军驻点台湾，因为观光的因素，妇女的服饰颜色开始转变。阿美族是母系社会，太阳就是母亲嘛，所以有一个叫上红论，红色的，那也有这么一个传说啦。可是在更早期的话，服装没有那种技术啊，就是说都是布衣，不大概不是白的就是黑的，所以应该是日本人进来以后啊，引进了这些色彩，他们才会改穿红色的。哦，那个时候是政府国民党有没有啊，日本人来了，什么贵宾人呀，来你派几个小姐啊来表演。而把服饰颜色改变的就是50、60年代活跃在吉安乡的林春英，她主要负责接待外宾，起初表演地点就在吉安乡南山村的住所。林春英也培训了30位负责在重大庆典接待外宾绕军展演的工作。为了让服饰看起来更活泼，林春英把黑色服饰改为抢眼的红色。那个时候美军常常在台湾嘛，然后想看表演，就有林春英女士哈，她就是会召集部落里面的小姐，就是跳舞表演，在她的老家。有了观光客这种喜悦，那该红色，那就慢慢的很普遍了。林春英就用美感，大概就是反正是比较活泼，年轻活泼。我听说是他改的，本来是黑色的，因为好看，比较出色。后来林春英当选县议员之后，在民国50年举办了千人共舞的活动，也都是以红色为主的服饰亮相。之后在民国56年，他成立了阿美文化村。而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，阿美族女性的服饰颜色也随着改变。文化是随着时间空间在变化，你不能说不对，连道路也是改了，不乱给它露出来有美感。自从花莲县第一次办理千人共舞之后，鲜红色的服饰就这样传遍了花莲县整个阿美族部落。所幸男性服装因为阶级制度保有自己服装而未受到影响。记者改造花莲吉安采访报道。